舒适的姿势躺下来。既然你已经舒适的躺了下来，那么你就会开始放松。舒适的同时，你开始意识到你的无意识已经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催眠状态。当你听到我的声音时，你会想起这种舒适的感觉。舒适的躺好以后，你的无意识又开始用适合的方式表达自己。抛开日常的压力，轻轻的让自己放松。真实的声音隐藏起来，但在这里，但在现在，你可以不必去掩饰什么。这个世界啊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黑白的。每个人都只是自己而已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没有绝对的善恶。那些欲望，那些快乐，那些痛苦，都真实的让你是进入催眠状态。感受自己的内心，感受活着，接受他们，接受自己，接受不完美但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这里没有别人，没有苛责的要求，没有批判的眼光，没有人会去强迫你做些什么。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你也可以选择不用理会我的声音。我的声音只是舒适的流淌在你的周围，静静的安抚着你的身体。
丝顺着耳廓，顺着鼻梁流淌而下，表情逐渐的放松，牙齿松软的分开，轻轻的放松你的脖子、你的肩膀、你的手臂，还有你的双手。胸部自然的起伏，腹部的感觉也柔软起来，背部以及臀部放松下来，这样的感觉很愉悦，很放松。放松下来，到达足趾的指尖，你的全身都开始放松。从十数到一，你的身体会进入更深、更完美的催眠状态。十。完全的放松下来，一点也不想动。有点不习惯这种完全放松的感觉吗？没有关系，继续的听着我的声音。想想你所经历过的那些愉快体验，那些幸福的时刻。
数。幸福、爱、放松。小小缺点，在我心里也变得可爱起来。毕竟这是你一样，独一无二的那个你，我却爱着的那个你。我陪着你，在意识之海中漂流，不需要紧张。因为我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的声音会一直的伴随着你。船桨在你的手中，你可以掌握我们的方向。这是一片安静温柔的海，是你的世界，你可以掌控这里所有的一切。现在，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，这些暗示能够帮助你治愈身体。生理想，慢慢的进入意识之海的中心，你的身体也逐渐的达到了平衡。你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你或许有些许的安静，或者产生了困意，没有关系，毕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毕竟这是很放松的事情，毕竟我的声音会让你放松。你的大脑轻轻地跟随着我的声音，安静的环境让你特别的放松，也特别的快乐。你深深记住这种放松的感觉，快乐的感觉。当你再次听到我的声音时，你就会再次得到那一种舒适安静的感觉。它就像是一颗种子，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。你将会通过我的声音和音乐达到你所渴望的自由世界里。
今天晚上做梦都是这群熊猫头，妈去给你们刷的。
下线路，换一下线路就是立体的了。
小